首先邀请少年们进入少年互动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C Choi 崔少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年安利站安利官林然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年安利站安利官林然旁边的徐世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扣扣子，也是然然子的克星。这里我们将进行少年 TMI 快问快答，全胜少年可获得助力挑战任务的加持利器哦。少年们，接招！说出你来少年之名后的一个秘密。为什么要跟你说秘密？秘密就是不能说的。哦哟，拽不拽啊？拽不拽？为什么要说秘密？秘密就是不能说的。那我说一个秘密吧。寇松的腿毛比他头发还多。瞎说。真的。然然子，你完蛋了。寇松，反击。我说一个秘密啊，然然子可喜欢罗杰的袜子了。我的天，这个人造谣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一次我去那个去他们房间，然后罗杰的袜子就放在旁边。他喜欢把袜子放在他的床头，而且是那种飘香四溢的袜子。入睡是吗？对。但你睡得也很香啊。都习惯了。一觉醒来发现手机上有导师100通未接电话，你的第一反应是很慌啊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是 PD 居然在默默关注我用的电话号码。我印象昨晚做梦梦到我。这两个大男人咋这么自恋？如果粉丝连续一周每天都吃你做的饭，最有可能发生什么？如果我的粉丝在一周之内每天都吃我做的饭，哇，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消化不良。所以呢，我很推荐安利纽崔莱复合益生菌。复合益生菌应该怎么喝呢？好，吃面包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涂抹在面包酱上，倒入冷咖啡里，或者倒入果汁或牛奶里都可以食用。哇，好棒啊！你叫别人起床的方式是怎么样的？我应该都是叫俊豪，穿一条内裤站在他面前晃悠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有点不忍直视啊。我现在一个人住，我们都是单身。哎哎，信息量有点大啊。独居男人。其实我每天都是想听到，少爷该起床了。聪聪起床了，楼下大巴等着你呢。我记得有一次保安叫我，灌聪，赶紧起来。如果你可以获得身边一个人的知识，你想获得谁的什么知识？那我选林然，很不同款的男生，感觉他应该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。想知道寇聪吧，因为他比较自律，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他，就是健康塑形啊，身材管理这一方面的知识。我一直都有坚持健康塑形理念，四个少：少摄入、少吸收、少合成、少囤积。先从摄入开始控制，想控糖控卡又要饱腹解馋的话，我平时常备炫富棒。热量是多少？123的大卡，38种优质植物营养，健康塑形好物，安利给你哦。好。你最近一次立的 flag 是什么？打脸最多的 flag 是什么？三公寇聪立了一个 flag， 说我们这组 everybody 绝对能拿这场公演的第一名，结果啪啪。你要跳舞吗？那场公演也是啊，立 flag 说要拿第一，拿倒数第一。好伤心啊，真的。寇聪就是那种经常立 flag 的男人，而且每次立完都会打脸。我觉得这不是立 flag， 这要给自己多余的信心。你觉得男生之间比什么不能输？我觉得要比肌肉，肌肉很少就会很尴尬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里面比较有肌肉，应该是寇聪。你看这小西装，这小牌面，对不对？那你平时都是怎么练你的肌肉的？我一直都很注重体重管理，会选择纽崔莱形体乐、炫富棒这些健康塑形的单品，会有意识的去控糖控卡。哇，知道你们对身材管理要求高，不过一定记得，想要健康塑形，需7分吃，3分练哦。送给你们安利纽崔莱炫富棒、安利纽崔莱形体乐和安利纽崔莱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，助力你们的健康塑形任务圆满达成。哇，谢谢李铁勺。哇，我要控糖控卡了。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炫富棒，最近训练就本来很多嘛，这个就是很饱腹的一个东西。现在请进入少年挑战区，在这里你们将正式开启有氧燃脂的一系列挑战，摩拳擦掌，准备好你们的作战计划吧。你们需要进行的挑战是疯狂扭动，加油吧少年。少年需要使用腰腹力量将彩虹圈上的光盘转向对方，谁率先将光盘转到对方面前则视为挑战成功。按颜色来分，我们配备派出的是鸭子扑扭王。扭王开始。哎，
这个开始呢，这个动作幅度要大。哎呦，好危险啊！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杀！我是不会认输的。摇两个小时，一直就还在这里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看到没有，还已经过去了。Cool. 肚子扭一扭，屁股扭扭，让我们一起做运动。扭出来复合益生菌，益生菌哟，百益活菌直达肠道哟，给肠道健康添活力。扭出来复合益生菌啊，你完蛋了。犯规！来来来，我给你调整一下位置。我跟你说，你就要这样子摇它，自动就这样过去。哦 ，OK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选手准备，比赛。Action！ 加油，冉冉！加油，赵鹏！加油，赵鹏！对呀、啊，这个怎么摇的？这个已经把对手逼进了角落。哎呀，逼到绝境了！加油，赵鹏！让你一下，让你一下。原来是要反着摇的，我现在才玩明白这个游戏的真谛啊！哎，少鹏，我要反杀。九，少鹏回去。